人想胖子，想吃生猛说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子，老铁们，今天准备了六斤大肠，我的天，这个味儿啊，好上头，好长时间没有吃这个大肠了，咱们今天做一个熏大肠吧，一会儿咱们熏熏一点。所以我说赶紧开整，这个东西洗特别麻烦，所以说咱们赶紧先洗它。酸爽，我的天，味儿味儿！你下次再做这，你别让我过来给你帮忙，太他妈味儿！多醋。多醋。好了好了。别在这虐我啊！我的天，干啥？我给你拿个盆。哎呀，多烧水。加入肥肠，你装点盘子吧，行吧。加入肥肠，加入去腥三剑客，葱姜、料酒、生抽、卤肉包、鸡精。再来点老抽，再来点行，盐，开火。时间到了啊，咱把它捞出来。呜呜，我看看，洗了手一下。呜。太能吃了，能吃了。这还熏吗？这熏，不用熏也行，压着熏。这个汤不要了，不要。一会儿就睡着，我也是死了。好困啊！太大。那小的话，到时候又要过了，明天就不好洗。好。好。大孩子。啊。怎么走了呢？啊。不能让躺下去了，不行，再放一个来。你多放点筷子。还有吗？行。我不行，就得吃这个。那没着急，咱起来玩会儿。开火！不，上海了啊？上海，上海了。
这个味儿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弄成了。天哥，你不尝尝？我不尝。费这么半天劲？减肥。哎呀，有个大肠头，我看，我来尝那个大肠头。这儿呢，我给你们看。给我个，天哥，你给我手套来。这大肠头，我的天，太过瘾了。再配上个大葱。嗯，太软了，过瘾。哎呀，太香了，我跟你说，老铁。哎，我小点儿。太脏了。有点顶不住啊吧。太香了，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就转发、评论、关注，再见。吃到饭点，一到饭点我就头疼。吃什么？喝那有啊？啊，喝的。吃烧烤加海鲜加啤酒。啊，走，我有酒。走，上车。看不。你听说环保，好的，低碳，不给国家造成负担。没事没事。掐土豆丝儿，花蛤。掐拌土豆丝。辣炒花蛤。你一会儿你进去看看里边还有什么。辣炒花蛤。行，半只烧鹅。对。烧鹅半只。两个卤鸽。卤鸽。啊，对，生蚝五只大生蚝，是小鲍鱼是吧？啊，小鲍鱼一人五个鲍鱼，还不要？还有什么特色、啊？你这羊排四三天来了羊排，羊排是吧？啊，等时间长吗？不长，现在烤的。是论份儿还是论斤的？论份儿。啊，来一份儿。咱要多大份儿的？要大份儿还要小份儿？可以了。小份的啊，点那么多东西了，小份就够了。然后你看看里边海鲜，你看着就是有什么特色海鲜，点点。行，这不客气了啊，把你先放盆里。啊。这是鲍鱼。吃鲍鱼。一会儿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真好，拼个桌吧。这什么？烧鹅。烧鹅，这是？这是98。这一份98。我不知道有点。那应该是对，就是98。这要是半只的话，就98。这是半只。这边是压屁股了。一二三。压腿了。四腿啊。五六七八九。压脖子了。10元一块。压脖子了。脖子咱再搬出去尝。尝尝，确实不赖。确实是这个烧鹅可以啊，但是他妈价格有点太没劲了。他没事，当自个儿宰个鹅烧一个不行吗？嗯，好东西，来吧。
鲍鱼，谢谢猴哥啊！不好，不连吃饭，怎么样？太好吃了，这鲍鱼，又干净，又口弹，好吃啊，怎么样？那不得，味道一般，但是肉我的强项。是，这得一口焖，一口焖。没毛病，这个做的，这个呢。谢谢这帅哥的帮忙，祝你们发财啊！好，谢谢你，别客气。你喊我一说，你早点过来，早点过来，我这得点一只羊排，真的。应该早就过来，你早过来，我心情好多了，差点走了。羊排看见了，真是不错。尝尝，尝尝，肥的，看着，看着不错，尝尝怎么样？怎么样，比你做的比我做的差点，稍微差一点，太腻，而且没有味道，而且它有调料的，对，蘸调料尝，咱做的也不用调料，不是来个大的，看刚才胖不胖？这鸭挺胖啊。啊，可以啊，饿不饿？这个跟你比起来怎么样？我感觉我做的蒜泥跟它不相上下。不是咸了，感觉咱，我总感觉咱们今天。有点像来砸场子，砸场子。对呀，这吃的一塌糊涂，这家。我告诉你，这桌子菜里边就是什么？烧鹅。这个土豆丝儿，我点的。真是，我告诉你，特别爽脆。我告诉你啊，点菜的时候你就带着情绪点的，又是烧鹅，又是羊排，又是卤鸽。又是生蚝。各位家人打扰了，广东烧腊都叫好，阿贵师傅手艺高，好的鸽子比不了，吃好。好，好。再来一个。祝帅哥们发财呀！好。以后咱的菜品看有什么意见，给他提一下，谢谢。好。这卤鸽，这叫烧鹅呗。卤鸽，烧腊，这是不蘸着吃的，蘸着吃。哦，大哥蘸着吃，蘸着吃，蘸着吃。蘸着吃不肥了我，蘸着吃。蘸着那个汁试试。我蘸这个，没了。好吃是好吃，就是量有点小。你把辣椒给大胖子留着。OK， 搞定，没了。抖音里边我那个我都经常看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谢谢一起起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一如既往的关注，一如既往那小院我也看着，这个一会儿啊能留个电话，回头时候就小院请您，马上组织，我看上次有球队去，我都对我都看着那一只，您呀我刷抖音啊，刷这个，看到这个什么呀、啊？光看你们，在里边儿，能在一块儿，我也特别觉得特别好，特别舒服啊。对，在一块儿、做做饭啊，在一块儿做点美食啊。对，我们关键是什么、啊？就是，可能我们这行业不一样，但是我们也喜欢这样，特别好。就是朋友们在一块儿聚啊，在一块儿谈谈天，喝喝酒，哎呀，吹吹牛，我感觉这种。我就特别喜欢这样，
吃完饭我遇个粉丝，很荣幸，谢谢这个什么猴子的粉丝一如既往的这么支持猴子，也希望没有关注猴子的能成为我猴子的粉丝，继续关注我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喜欢我们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，再见。老人，我的远处遥望北京。哎呦，皮真好吃。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老铁们，今天啊是清明节，放假的第一天，所以说啊，我今天回老家，烧纸，然后路上发现这个骨头啊特别特别便宜，所以说就买了一点。好长时间咱们也没有炖骨头吃了，今天啊咱们炖点骨头吃。废话我就说，先去给它清洗一下。大骨头冷水下锅，加入去腥三剑客、葱姜、尿酒、点火。好了，老铁们，关火，咱们把它捞出来清洗一下。准备高压锅，把骨头啊均匀的码到锅底。加入葱、姜、卤肉包、生抽、老抽、料酒、白糖、盐、豆瓣酱、鸡精，加水，盖盖，开火。老铁们，等它上气儿以后啊，咱们焖上30分钟。这是哪个地方？你这反正都是我的，你家几个都是我的，他们家的地方都不是你我的了。自个儿说的都心虚的，这是哪个地方都不敢大声说。走，是吧，闺女？好了，老铁们，关火，上气。直接来吧，怎么唱完这个歌来着？我有对老人，我在远处眺望北京。好了，哇塞，看看这颜色，直接倒吧，咱直接倒碗里吧，老铁们。哎呀。看这色子，好了，来，好了，吃吧，来，来吧，一块，快点，好了，走。吃肉要从娃娃抓起。哎，小美女。哇塞！我吃一小份就行啊。拿点碗吧，拿点怎么？闺女。妈，你过来吧，尝尝，可得了。看人家不像吃肉，那现在也没谁不知道怎么了，那现在得吃肉，不爱吃肉不行。这是什么？面窝窝，刚蒸的。啊，老铁们，粘面的窝头。黄米面的窝头。黄米面，真小，真小。我这边。有，我给你拿筷子。你不有筷子？那我吃完。那一块吃，这是什么、啊、骨头啊？这是大棒骨。大棒骨。嗯，来，就这一块吧。好。哎，我嘴胖了，我吃块小的吧。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我儿媳妇啊。
哎呦，这皮真好吃。咸了点吧。还行吧，你得咸一点。现在你老妈吃不了咸的，我吃的很寡很寡。嗯。很淡很淡。啊。啃吧。你上回给我爸买回去是不是？我忘了，我们吃完一块儿来了，来块窝头吃。嘴上面这层脆骨是最好吃的。嗯，再来一块吧。嗯，吃吧。不吃饱吃饱了不想加。不吃饱了怎么减肥？咱弄个吸管。哦，嗯，就我上面那层脆骨，就那一层，一层最好吃。嗯，更烂了。嗯。嗯，黏糊糊就是好吃。真是没有管儿，跟西西这个，我闺女也不干了。这骨髓是真香。叫骨骨头。你们来啊，光顾招呼你们了，也光顾吃了。我该喝瓶啤酒，我拿瓶啤酒。别喝了，喝啥？我买了好多好多啤酒，来瓶那个。你尝一口吧，可好喝了这啤酒。贫穷限制了咱们的想象，媳妇儿。你先来，有点凉。这是啤酒吗？啊。哎，为了我闺女点到为止。我现在去拿个杯子。这杯子应该是正好的。哎，我不喝那两口正好。你这狗还不小。哎呀，它这个，它最后有一股那种清香味儿，特别好喝。哎呀，你不吃了？嗯，吃了。我自己开始吃吧。就得了啊！好，行了，那这样吧，老铁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，再见。人有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今天呢，我给儿子做一道菜，做一个叉烧鸡腿饭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现在开整。先给鸡腿啊，去一下骨。咱们给剔好骨的鸡腿肉啊，反面打上花刀，这样更方便入味。下面咱们做一个照烧汁，蜂蜜、盐、姜片、蒜、生抽。白糖、淀粉、水，
搅拌均匀，把鸡肉啊放到盆中，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，泡上面15分钟，让它充分入味。炒点米来，蒸个米饭。起锅，锅中加油。咱把今天腌制的鸡腿啊上锅给它煎一下，等油热了以后再煎。咱们把剩下多余的料汁给加到里边，一会儿把汤汁收至浓稠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咱们摊两个鸡蛋，老铁们，现在所有中备已准备就绪，然后咱们摆个盘，扣上米饭，然后放上鸡蛋，咱们炸好的鸡，再淋上点酱汁。老铁们，怎么样？我给我儿子准备的这个叉烧鸡腿饭做好了，怎么样？有食欲吧？我现在就叫他，准备开饭。爸爸，管事儿，谢谢爸爸。不客气，尝尝好吃吗？把这菜都得吃了啊。你看，应该是肉的。好吃。好吃，你多吃点。蘸点汤吃啊。好吃，爸爸。是爸爸好吃还是鸡好吃啊？鸡。好，吃吧。爸爸也尝尝。还可以是吧？嗯。让爸爸尝尝这个鸡肉。已经很入味了。好吃。你不爱吃菜花吗？把肉肉给你。吃吧。把这个给你。你吃吧，都给你。谢谢爸爸，爸爸好。赶紧吃吧，你吃，好吃就多吃点。好吃，下次爸爸还你做，好不好？我想吃一口，行吗？这是照烧鸡饭吗？哎，你这也弄咱妈妈我能吃了。好吃是吧？我吃块肉行吗？你看你爸吃的多。还有呢？我给你尝点啊。我还在喊你回家吃饭呢。我留着吃吧。好吃，吃吧。哇塞，好香啊！儿子，把那个鸡肉还有菜可以多吃点，饭吃完就吃不完了，听见吗？好吧，吃。真乖，多吃蔬菜长大个啊！好了，姐妹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。看着孩子吃啊，特别满足，赶紧给孩子做一下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。